在我身后分别有两个巨大无比的圆筒，这里面待会儿得放水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双方分别派出一位队员来坐在里面回答问题。如果说婆婆回答问题搭上来了，那么好，儿媳妇这边加入一格水。如果说婆婆没答对，那么婆婆这儿加一格水。规则就是到最后谁站起来了谁就输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场准备好了威亚，待会儿呢我们要用威亚把这个两位啊调到里面去。来，您到前面来。哎，我怎么看您眼熟啊？您刚才进面包虫的是您吗？不是，郭老师，我们是孪生姐妹。哇，刚才的阿姨跟您是孪生姐妹。对，那是我妹妹。那是您妹妹啊？对。你们家人这胆儿可都够大的啊！待会儿您进这里边来啊。对。您怕不怕？我刚一开始啊，感觉有点怕。哦。既然我们都拼到这份上了，我就要替我们婆婆队努力。您得这哪？加油！哎，这个老太太很勇敢啊。说了，努力要加油，好吧？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威亚师啊，这个纸是吊起来放在桶里面，所以相对简单。要是飞就麻烦了，要穿上特制的威亚衣。嗯，好极了。嗯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开始。来，慢慢，稳住了。对对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点。好，好极了，好，成功了啊。